杨幂、范冰冰、唐嫣、迪丽热巴、白衣女神，如果可以你想娶谁？杨幂、范冰冰、唐嫣、迪丽热巴、白衣女神，如果可以你想娶到谁？作为时尚女王的杨幂也有带货女王的美称，随意搭配也是美得有气质。白色连衣裙完美的修饰了苗条优美的身材，再加上一双高跟鞋，整体女人味十足，也是秀得美美大长腿。范冰冰不仅有高颜值，身材也很好，一身白色套装显得简约大气，露肩上衣裁剪设计很时尚，长款阔腿裤也是拉伸了整体身材比例，美得优雅端庄。美美的刘亦菲，过目不忘的神仙姐姐，清纯漂亮，一身露肩白色连衣裙也是穿得仙气十足，优雅的气质中更是带有女人的性感魅力。古力娜扎的蕾丝连衣裙惊艳动人，上身薄纱透视，设计美丽迷人，短款连衣裙更好地展现了美妙身材和白皙的大长腿，加上美丽的妆容，也是女神范十足。唐嫣的衣品一直是圈内公认的好，一身衣领白色裤装出席活动，性感有气质。本身精致的妆容加上时尚大气的服装，也是好身材展现的淋漓尽致，卷发红唇更是迷人。迪丽热巴的礼服裙装也是穿过了国际范，白色长裙套装显得身材高挑有气场，美丽的五官加上漂亮的首饰装扮，细节都体现得非常美，心目中又多了一位女神姐姐。宋茜的舞蹈非常美，自然身材也是很好很苗条，穿衣搭配也是很受大家喜爱，白色抹胸上装搭配高腰阔腿裤，显得性感又优雅动人，甜美的笑容更是迷人。杨幂、范冰冰、唐嫣、迪丽热巴、白衣女神，如果可以你想娶到谁？你才是你心中的那个女神呢？